又摸到九柄坎、哦，九柄坎、欸，哇塞，这要砍快哦，要不然又被顺推掉喽。不是叫你们打快，是进张啊进得快。对。猜，来搭好。Okay. 碰碰胡坐起来。OK。帅气。三六桶的七条。有。龙家拍捧。对啊。可是三桶空白。七条剑一。哇又爆。持续爆。这边。打九饼吗？可以打九。好。直接舍去六条。Okay.六饼碰不到，哦，三饼说压住，碰碰胡上车，六饼没了，七条没了，没了，空听，哎，真可怜呐、啊，碰碰胡空听，这记得不？他、啊、这边一直摸不到，一直听不了牌，听了没？还没，还没，这边也还没，没有四饼。才八九饼的啦，先打八。啊嘞，四饼，好、哦，因为吃倒一张。OK。保留三饼吃听，还有可以碰二饼，三饼也被碰断，哦，所以保留二饼有碰的机会。是。二饼还不见。来了，哎呦，听牌。哇塞。康博罗斯。康博罗斯。五八带五。五八条带二筒，门清一摸多了，正筒康博罗斯、哦、会不会被我预言成功？门清一摸十，来了吧？门清一摸十，恭喜、啊、恭喜！哇塞，我的神锤啊！我的天！哇，门清一摸十啊！我帮你算好了啊，帅气帅气！哇哇哇哇哇！叫我黄半仙呐、啊！这太精彩了啊！哦麻烦下次叫我黄半仙哦， oh, 那个七饼真的太关键了。没错，马上听，马上摸，舒服。门清一摸十，帅气，帅气。来哟、哦，现在两万六哦，啊、哦，就不知道了、哦。刚刚一摸十，现在可是一摸十二哦，对不对？一摸三加九嘛，十二。没错。再一万二。如果再一万二，那就只剩下两万六的一万二，只剩下一万四了。哇塞！再一把就超车了，我告诉你。